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千姿角色攻略。千姿，炎系五星单手剑角色，90级基础攻击力323，排名第13，基础防御力953，排名第二，基础生命值11438，排名第43，突破加 19.2 暴击，是个移民封丹的道七人。以上为90级，天赋6、10、9所需材料。普通攻击与重击无特殊说明，都是根据攻击力造成伤害。大招是根据防御力与攻击力造成单段范围伤害，耗能50点 ,CD 13.5 秒。E 技能是千姿的核心技能，分为点按与长按。长按会进入瞄准状态，类似克勤，可向斜上方位移。点按会向最近的敌人突进，无论点按或长按，结束后都会召唤一个会自动跟随并攻击的布娃娃，秀。秀存在17秒，E 技能 CD 16秒，每 3.6 秒，秀会根据千姿的攻击力与防御力自动对敌人造成范围伤害，并且在秀存在期间，附近有炎造物或有炎造物被创造时，还会再召唤出一只秀，机制与其他秀一样。故有天赋一，释放完 E 技能后，再次点按 E 技能会切换下一个角色登场，可在空中切人，切柔后普攻、重击、下落攻击命中敌人时，秀会进行协同攻击，持续8秒，每2秒触发一次，8秒内最多触发2次。故有天赋二，附近有炎造物时，千姿获得 20% 炎伤加成。生活天赋是队伍里有人装备了新衣装或风之翼时，移速提升 10%。专武叫有乐玉连切，90级基础攻击力541，突破加88爆伤。精一特效是普攻伤害提升 16%， 一技能伤害提升 24%。在造成炎元素伤害后，上述效果提升100%。此外，装备者防御力提升 20%， 精武全部特效翻倍。一命如图，增加了秀的攻击范围，并解锁了炎造物的限制。虽然场上还是只允许存在两只秀，但性价比也很高。二命，放完大招10秒内，每3秒会召唤一个小号的秀，自动攻击敌人，攻击一次或3秒后退场。三，五命一，具有加3。四命触发固有天赋一，8秒内角色普攻、重击、下落攻击命中后继续召唤小秀，一秒最多一只，最多召唤三只，有15秒内置 CD。六命触发固有天赋一后，E技能冷却减少12秒，并且根据防御力提升普攻伤害，解锁主 C 玩法。以上是深度信息，可暂停查看。武器配装与伤害计算，现在我们知道灵命千姿的主要伤害来自E技能召唤的布娃娃秀，而秀的伤害又取决于攻击加防御，其中防御占大头，所以武器跟圣遗物的选择上要堆防御跟E技能增伤。五星武器首选专武，其次是浮浮专武，都是低白值高爆伤，但带净水的话，队伍里就得带浮浮了，不然特效不好触发。其次雾切、绿剑、波波剑，四星首选纺锤，金武与金衣专武的差距只有 5%， 但此武器是活动武器，目前已无法获取。其次是狼牙、斧子、水管，灵命圣遗物首选四巨团或四滑管，也可以二加二，满命首选滑管。接下来是伤害计算，此次只统计秀的伤害，其他伤害各位可前往元魔计算器自行查看。灵命90级千姿，技能10/10，五星武器按金一计算，四星按金五计算，可触发的武器特效按触发计算，左侧是四巨团，右侧四滑管。防御杀、炎伤杯、爆伤头，且除了头之外，每件带6暴击、15爆伤。其余副词调味灵，由于双炎共鸣要绑定护盾跟钟离，这里默认触发了双炎跟钟离减抗，测试对象是90级小宝。下面开始测试。专武 21448-18869 净水 17937-15907 绿剑 16616-16910
1662，勿窃17635-15976，波波键16648-15844，纺锤20409-17956，斧子15443-14528，狼牙17447-17751，水管13943-12791。好啦，感谢观看，最后给自己打个广告，有需要带杆业务的老板可以联系我哦，元神崩铁独行，谢谢了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